BLACKPINK 自前年10月 LOVESEA GIRLS 后，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动，但始终没有回归，陷入了 YG 的冷冻库当中。先前 YG 也终于宣布确定让 BLACKPINK 8月回归，以及举办 K-POP 女团史上最大的巡回演唱会。天大的好消息让 BLACKPINK 们都非常的期待。没想到前天才迎接 BLACKPINK 和 PUBG 的合作，突然发布了最新的公告，死鬼女们将在8月带来先行曲，9月发布专辑，10月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而衬托的音乐也展现出了 BLACKPINK 不凡的气势，让人更加期待之后的发展啦。